你好，欢迎收看10月2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卢宇慧。花莲县长徐正伟率领着县府团队陆续前往了寿丰乡、凤林镇等13座公庙参拜祈福，祈愿天佑花莲风调雨顺、县运昌隆、百姓安居乐业。县长徐正伟率同副县长严新章、县府团队协同寿丰乡长刘耀忠、县员徐雪玉、张怀文、叶坤锦、寿丰乡民代表会主席郑美香、民意代表士绅以及公庙信众，预祭亲献清香、鲜花、素果、彩帛等等，祈求上苍庇佑花莲县境安静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叩首，十叩首，再叩首，满叩首，请高声。愿祝如下各信众人等身体健康、事业顺利、家庭和乐。既然徐正伟与各公庙参拜的善男信女亲切问候致意，并且祝福阖家平安喜乐、诸事大吉，众人以三跪十二叩首礼诚心参拜，祈求四方众神庇佑花莲县境百姓五谷丰登、百业兴旺、县运昌隆、阖境平安、风调雨顺。而这次参拜的行程包括凤林镇长桥一民亭、凤林紫林寺、寿天宫、天地宫、武圣宫、碧云寺、寿丰乡顺民宫、碧莲寺、国圣庙、龙岩福德宫、智学智安宫、智学南天宫、回南宫西庙等宫庙。记者九号新闻报道。